比赛开始前，赶快先搞懂你自己那一题。比赛开始后，你要去找到你不会的题目负责的同学，你也要去宣传你自己是负责哪一题的，让别人找得到你。负责第三题。那最好，错的越少，对你来说越得力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可以越快的解决掉下半段了、啊，所以错的越少越爽啊！错的越多，你本来要回答的越多。我不要打那。左边要先想办法把它变成什么？你是不是不可能1996乘以2004，对不对？所以你1996跟2004，你觉得它都跟哪一个数字很接近？对，所以你必须要先把1996变成2000减4，2004变成2000加4，所以它会变成 A 加 B 乘 A 减 B， 它会变成什么公式 ？A 加 B 乘 A 减 B 会变成 A 平方减 B 平方，这个叫什么？平方差，所以它会变成2000的平方减掉谁的平方 ？A 的平方是2000的平方，他刚刚说 B 是谁？1996是2000减4，所以 B 是谁？2000是 A 嘛？啊，对 ，B 是谁。我是十啊。因为1996是原来的数字。1996可以写成2000减4，然后后面是2000加4，这2000是 A， 谁是 B？ 4是 B， 所以这一题的那个、啊……对不起，这样有点混乱，因为他这里就给你写 A 了，这个地方就是多少。对，就是，好，有点乱，所以刚刚举例，但是这个最好给它改成 B， 我觉得比较好讲一点，因为我们习惯后面是 B， 对吧？可以吗？你要自己讲一遍哦，因为这题一定有人错，每一个题目都有人错，我还没有看到哪一题是全对的。哎，那个错的那个问完是要在这里要写，就是他自己就圈起来，然后他必须在你错17题，你要去找到17题的人，然后他把你教会之后，你确定你会的，你就自己圈，然后在他的那一张下面签名。对，就是你的课本。第一有点错，我的第一个。什么东西？我第一个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上面这，那你就没有错的题目啊，所以你就是要你的时间就很单纯，你就要尽量的去讲。所以这就得空白。对，因为你没有。炫耀文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炫耀文。郑威仁刚刚炫耀说他考100分。我哪有？都没有错的题目，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好。1到12。大于数，于数，于数。